你在看我吗？看我干什么？为什么？这支笔，你想要吗？嘿嘿，好懒呢，我才不会给你。要的话都可以的，不过有条件。让我想想看什么条件。只要你是手舞轻歌把我王雪晶粉红世界的 MTV 或是 VCE 带回家的朋友们，就有机会获得这支由公司为了感谢歌迷们对我的支持而特别送出的这个水晶散光笔。很可爱吧，只有5000字不了的耶，快快哦，送完为止。Hello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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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at， 粉红色的衣裳真完美。是生命是很奥妙的东西，有人说它是神仙的玩意，那只不过是神话中需要的定义。生命的形成是地球有空气，有空气进化就成了生命的勇气，就这样慢慢一天一天越来越多生命。一个流传了很久很久的传说，人鱼公主只对王子说，大海汪洋是我的国，没有斗争日子真快活，就一千年。